经有一个世界等我去发现，所有昨天让它走远，只想无谓的相见，将所有能为你做的一切当作信念，微笑闪亮着未来，在那片幸福海边，冲破风浪去把世界走遍，看微笑闪亮温暖你的未来，微笑闪亮着未来，在完美的新世界，最美心愿是和你在一起，把所有梦实现，看微笑闪亮温暖莫西莫西，欧阳哥哥，我是妍妍。沈岩，什么事儿？说。今天晚上有空吗？我们一起吃饭吧。不去了。啊，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就只能去死了。哎，别拿这个开玩笑好不好啊？我说的是真的。你以为就你一个人烦吗？我也烦啊。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你要是不陪我的话，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好好好，你要去哪里说？日本料理，一会儿见啊。哎，我跟你说，这是最后一次啊。喂，说什么心情不好，真是。点啦，就这里啦，就这儿啊，走啦。欢迎光临，想不到你还这么封建呐。嗯，好点吗？真的真的。哇，好辣。欧阳，郑岩，哎，好巧啊，你们也在这儿啊？对啊，这么巧。要不要一块坐啊？好好好。啊，来，你们坐这边。来，干杯！干杯！干杯！哇，哎，不许喝那么多酒，听到没有啊？啊，来来来，啊，哇，喝一点点就好了，知道吗？乖喽。不好意思，我有点不舒服，我先走了。啊？哎，怎么了？不好意思，我去看看。怎么那么奇怪呀、啊？哎，别喝别喝别喝，来吃吃东西。好啦，我吃虾。你喜欢吃哪个虾？我帮你煎一个。我觉得这个好吃。哎呀，欧阳哥哥，你怎么啦？哎，
不知道欧阳怎么样？别管他了，反正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嘛。我满脑子都是你，哪想得到他？你说对不对？你说什么嘛？疼！人家说最毒妇人心，我才不相信呢。现在我相信了。你再说，哎呦，再说我就不理你了。不说不说不说，不说，真不说。哎，不过我倒是觉得欧阳跟郑言真的蛮合适的。这事你倒是管得挺宽的吧？难道这是你说了算？反正你是总有理。我走了。真走了。拜拜。不亲个，不亲个。别后悔啊！真的，最后的机会了。哎，怎么样？哎，郑总，微博的核心技术确实太尖端，能不能多给我们点时间？不行。好了，大家继续努力啊！好。喂，老大，这让我们怎么活呀？行了，你忙你自己的去吧。怎么样？终于想明白了。各位，收工了，太晚了，今天到此为止吧，赶紧买点东西去吃，我买单。可是，这两天大家都辛苦了，早点休息啊。嗯哼，拜拜。这怎么回事？是安总的事啊。Thank you.
伯也有我一份，功劳却全都给了你。我这样做有错吗？我也想成就一番事业。肖总，您找我啊？嗯，拿着。这是为了解决你们的研发进度，公司特意花了大价钱请高手帮你们解决了其中的难题。这回应该有信心了吧？谁这么厉害啊？别用这么多了，通知大家，赶紧工作。好的，肖总，您放心好了。技术部已经开始行动，新产品马上就可以推出。干得好。邮件呢是从韩子敬的邮箱发过来的。哦，呵呵，真有你啊。妒忌使人失去理智，我只是添了把火而已。果然是高手啊，老大，咱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儿？管不了那么多了，最后通牒都已经下来了。哎，我说你这人，你是要民愤还是要饭碗啊？对，有了饭碗，才能争取民愤。改就可以了啊，对不对？啊，韩总监，这是我们最新的分析数据。嗯，来，给你，来，爸。不错哎，整体流量和用户粘度都大大增强了。哎，好嘞，相信不会很久，我们就可以独步江湖。来，加油啊！谢谢总监。总裁，情况怎么样？形势一片大好，
我相信其他公司的同类产品要上市的时候，我们已经占领了大部分的市场了。哇，小子干得好，有你的，到时候我做主给你开个盛大的庆功会。真的别骗我哦。哦，喂，对，怎么会这样？还有一些改进，那他在做。我知道了，总裁。怎么了？出事了。各位嘉宾、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这里参加新潮网络公司盛大的微博产品发布仪式。首先，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新潮网络公司总裁郑伟业先生上台致辞。谢谢啊，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今天是我们新潮网络的重要日子，因为由现在开始，我们新潮网络将会推出我们全新研发的，而且在行内是领先的微博平台。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咱们的技术已经全面领先了吗？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我敢肯定的讲，单凭新潮网络公司自己的技术力量，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开发出这么成熟的一个微博产品。你的意思是？有内奸。新潮网络公司微博营运发布会的现场，我们大家都知道，互联网和新媒体呢发展堪称是日新月异。微博的首创公司微风时代刚刚将他们的产品推向市场才几天，另一家新媒体运营平台新潮网络公司便宣告自己的微博呢也正式的上线运营了。这么快？不可能啊，怎么会这么快啊？是啊，我一个在新潮网络公司的哥们儿，前两天还愁眉苦脸的跟我说，他们技术难关没有攻克，想让我去支招呢。你告诉他了？我怎么可能告诉他？我是那种人吗？再说了，这么关键的核心技术，我怎么可能知道？是啊。由现在开始，我们新潮网络将会推出我们全新研发的，而且在行业内是领先的一个微博平台。怎么会这样？咱们最完整的技术核心平台只有几个人知道，难道？别瞎说。会是谁呢？进来。李总，总裁，新桥网络他们也有微博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你问我，我还想问你呢。那个文件你看完了没有？啊，还没呢。子敬，没事吧？放心吧，我没事。虽然新潮网络有了微博，我觉得源代码上面，可是只要我们抓紧公关，超过他就是了。听我说，这种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重点是，你相信我吗？我当然相信你啊。那就好，放心吧，你回家吧，我没事了。
你也早点回去。掌握公司微博核心技术的只有韩子敬一个人，但是你和楚若琳也是核心的小组成员之一，也有机会接触这个技术。我不知道应该相信谁。欧阳，我希望你有话直说，不要对我有所隐瞒。韩子敬从小就没父母，是郑伟业一直在照顾他，支付他学费。韩子敬，是啊，我怎么给忘了。快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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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监，喂，郑岩。欧阳过，你什么意思啊你？我看你心情不好，我好心好意陪着你，你怎么过河拆桥呢？ Sorry。 算了算了算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你说吧，你要怎么补偿我啊？哎，郑岩，你别胡闹好不好？告诉我，我现在没有空，以后也没有空。喂，喂，挂我电话，绝交，跟你绝交！你会跪在我面前，我都不原谅你。你笑什么？你笑？被人挂电话很好笑吗？不好笑，我只是觉得一厢情愿很好笑。秦天北，你会不会聊天啊你？小声点儿。我就不小声，我都这么伤心了，都怕妹妹我。你这是哪儿伤心了呀？那好，我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他？我也不知道，我爸让我安慰他的。你爸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呀？我告诉你，只要你自己不愿意，谁绑着你也不行。哎，你对他有没有感觉啊？有感觉？有什么感觉啊？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有感觉呢，就是每天会不自觉地想到他，看到他之后会有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心跳加速？那好像都没有，我就是想他牛什么呀牛，凭我的条件我怎么可能拿不下他。那你这就不叫喜欢，这是在赌气，傻丫头。怎么了？我好像有种心跳加速的感觉了。啊？啊！我要走了，你别送我，我走了。喂喂，怎么回事啊？进来。陈总，你找我？云峰，我们的产品不错，你怎么看？目前还不太好说，毕竟微风时代抢占了先机，而且他们的用户群也比较稳定。我不这样看，
我觉得微风时代和他们公司马上就风雨飘摇了。我就先回办公室了。嗯，好。真是他了。哎，你们看，你看，这是就他，就他。对啊，这是他了。哎，真是他，是他好意思来上班，就是什么事？就是对，就是。哎呀，这么回事。欢迎来到这里参加新潮网络公司盛大的微博产品发布仪式。首先欢迎新潮网络公司总裁郑伟业先生上台致辞。啊，谢谢啊，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今天是我们新潮网络的重要日子，因为由现在开始，我们新潮网络将会推出我们全新研发的，而且在行内是领先的微博平台。现在怎么办？从目前来看，子靖的嫌疑确实最大，可是我们不能马上下结论。我建议先展开调查，在这期间停止欧阳过、韩子靖和楚若琳手头上的工作。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公司在微博方面的优势将会丧失殆尽。总裁，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情。好吧。怎么样，觉得这房子怎么样？还行吧。房租多少啊？房租？房租不要钱。不要钱？嗯，这是我一朋友的房子，他现在公司发了套公寓，房子空着，听说我要租房子就先借我住着。哟，行啊，晴天北，交友广泛呐。本来呢我觉得这房子一般，但是既然是免费的，那就住一段时间吧。那我是不是要感谢咱们郑妍大小姐赏光啊？不过说实在的，这次可欠人家一个大人情。其实不欠人情也可以啊。这件事咱总得考虑吧，现在房租这么贵，能省点算点呗。嗯，那过两天请你朋友吃个饭吧。这事你别管了，我自己处理行吗？你呀，就在这儿安心住着就行了。记得你第一次吻我的时候，我记得，当然记得，我记得给你做过的一切。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认定了你，包括你的一切。我相信我的子靖是不会出卖自己的，我相信。确定这里面没人吗？灯怎么全亮着？当然没人了，我都打听过了，母老虎去做 SPA 了，老郑今晚有应酬，一会儿我们来个风卷残云，一洗而空。同志，有没有信心？行行行，你快进去吧。嗯，你就不想去看看我的闺房啊？你的闺房在我隔壁。哎，
你一会儿把东西从二楼扔下来，我在下边接应你。嗯，好，我走啦。走吧。自己的小家了，在这里谁都不会打扰我们。以后呢，我要在这里全部都摆满花，我还要养一只小小的约克夏，到时候看日落余晖洒满房间，太美好了，太美好了。是啊，是挺美好的，但是我刚刚检查了下厕所的下水道有点堵，估计这味道不怎么好闻。啊，秦天北，你以后能不能在别人畅想美好生活的时候不那么扫兴啊？啊，行行行，哎，爷爷，哎，爷爷，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什么事儿啊？你看，咱们现在有自己的小窝了，以后是不是买菜回家做饭，这样可以节省点开销？因为我一直想存钱给我爸买个按摩椅，他年纪大了，需要照顾。行啊，挺孝顺的嘛。嗯，孝敬爸爸是应该的。那么以后你洗碗。凭什么？凭什么？那你舍得让我这么细嫩的小手去沾洗洁精吗？哎，这家你也有份儿啊！实在不行，咱一人洗一天。不行，大不了我帮你叠被子。拉倒吧，你帮我叠，你自己都没叠。秦天北，你一个大男人，整天和我一个小女人比什么比呀、啊？你害不害臊啊？行不行？洗洗洗。我洗行了吧？嗯。哎呦！啊，怎么了？我不是故意的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就故意的你，哎呀，别跑，别打了，我你故意的动口，好好干活啊！
刘姐，哎，来了来了，先生，什么事啊？刘姐，怎么会这样子？我刚来上班，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小姐的东西都没了呢？昨晚上没人吗？昨晚上姚小姐去做水疗，我十点下班以后家里就没人了。哎，会不会是小姐昨晚上回来把东西全带走了？没事，你先去工作吧。好，那我先忙去了。这家什么时候能让我省心呢？妍妍，我回来了。你回来了。哎，哪来的粽子啊？楼下超市买的，可香啊。是吗？嗯，来一口。锅里还有呢，自己拿去啊。不，我就要吃你的。这样吃啊？啊。我要吃粽子，给你咬一小口，一小口就行了。啊！你怎么那么讨厌呢？你，挺香的，好吃吧？你一提粽子，我突然想起件事儿。什么事儿啊？前几天我去采访一老外，我给他带了几个粽子过去。后来，你知道他见我怎么说吗？不知道。他跟我说，你带给我的点心很好吃。就是外面的紫菜有点黏。我跟你说，我当时在英国的时候，你知道英国人怎么吃粽子吗？他们就把粽子剥开，把粽子放在一边，然后呢就用刀叉子咔咔咔咔切粽子，也吃得津津有味的。这个太好玩了，我现在就要发微博。现在人人都在玩微博，自行这个发明还真了不起。是啊，现在人每天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微博，就连你爸都成微博名人了。我爸那是误打误撞，而且厕纸歌多难听。你不懂，这是网络时尚。现在微博约私奔，微博约打架，都成时尚了。哎，你这点倒是启发了我。我要写一篇评论，探讨微博的文化，一个开放及时的大众平台，怎么样？我可没那个心情。我就知道微博很好玩就行了，啊，你注册了没有？注册了。那叫什么名啊？一路向北的雁。真俗。你懂什么？这叫诗意。那你关注我了吗？还没。我现在就去关注，必须马上。你等我会儿啊。如果真是韩子敬做的，我也难辞其咎。要不是当初我力荐他，这只是可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他泄的密，所以在现阶段也不能解除对欧阳过还有楚若琳的怀疑。总裁，那还等什么呀？马上把他们三个停职彻查。不，这个人既然敢做，就一定不会轻易承认，或者已经想清楚了后路。你找人秘密的去监视他们三个人，只要有行动就会有破绽，到时候咱们再好。对了，你再去查一查他们三个人的账户，看看他们的资金往来。怎么可能啊，我们的微博才刚上线呢，他们推出一个叫阳光微博，而且他们的版面什么的都跟我们有90%相似。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个巧合，一定不是个巧合。但如果这不是个巧合，
就说明我们中间有人泄密啊。泄密？这项目是我们三个开发的，你也怀疑我？我说过我和郑伟业之间的关系，他就算你不怀疑我，我想其他人也都会怀疑我的。子敬，你太敏感了，我不是说你啊，我只是按照平常的常理去推断啊，我知道不是你的。等一下。喂。喂，韩先生，你的朋友欧阳过被撞伤了、啊、你赶紧过来一趟吧。哦，好，我现在马上过来啊。怎么了？我有些事，我要先出去一趟，我先走了。哎，等一下啊，我今天下午要出差，三天后才能回来，你答应我这段时间好好的等我回来。好了，答应你了，我走了。